老公，听说过马克定时没？马什么没呀？马克定时啊！等我两分钟啊！打去！哎呀，真冷啊！糖醋这个词，天热。来啊，今天要被抓，你吃素，你就看着啊！我最爱吃这个玩意儿了，甜甜的，香香的。那个酱浇上去。哎，你也不用这样吧？吃面来了还是吃海苔碎来了？刘某人最爱吃的熏鹰钩，甜辣酱。马克定时的灵魂就是这个马苏里拉芝士，再给你来一片芝士片，双重芝士，双重快乐，刚好够。你又偷吃，没吃。这个脚上又有你的哈喇子。由于家里没有微波炉。我看你这里放啥？哦，不行，请来上十分钟。咱家就不能安排个微波炉吗？我没钱，过来就来。好啦，小心烫，小心烫。哎，手，开整，开整，抓个小象象，吃饭饭。我喝点饮料都得吃点那哈喇子。甘肃人都知道，你不这么抓，你抓不开。对对对，给。这辣死哦！我先来一口啊。其实好香啊。好吃吗，老公？帮我搬下我的。来，快看你这个。这真是看着好香啊！哎呀，我吃一口，我尝尝。属狗的。哎呀，全跑你嘴里了。哎呀，我就吃你一个丸子，这口给我呗，这口芝士多。没有肉。我恨你，郭一鹏，我恨你。行不行？你别吃了！